大家好，我是小新。现在呢，我要去那个山上面去拿一种好东西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这里有个山洞，不知道以前是干什么用的。这就是野生韭菜，大家有没有吃过呢？这个韭菜拿回去炒蛋，味道简直妙极了。我发现这个韭菜啊，它是一年四季它都不会死。嗯，很香。刚刚找了几个地方，找了那么多，我们再到上面去看一下，看还有没有啊。这上面还有很多，我就拿这么多好了。这就是我们刚刚在那个山上面拿的，啊，现在拿过去炒蛋去，稍微选一下，它像这死掉的叶子。这是我们自家的土鸡蛋，放点盐就好了。韭菜炒蛋已经炒好了。